慢一点，左边慢一点。慢慢，你先慢慢。我在13号向那个两会那个秘书处递交那个公民建议书，被那个北京那个警方接到九级上发生了冲突以后呢，他们就把我手机收掉，手机把我收掉之后呢，我们跟他问他要了之后呢，他跟我发生了冲突呢，就把我送打人骂人嘛，后来就把我送到那个按个罪名把我送到那个凤台区那个拘留看守所里。那一进去呢，里面的犯人呢就上来什么也没说，就上来就动手，现在那个手指呢满屋里打断了，你看那个手指也被打断了，根本直不起来了。打断了一屋子的犯人全冲上了。想不到北京警察也是这么黑，打人还叫这种监牢里面打人，指使他们打，进屋里不分说，这不是共产党腐败分子支持的吗？进屋里不分说就打这个人，你想想是什么目的呢？如果一个人没有目的的话，会进屋里就开始动手打人吗？再说那个监牢里边怎么这犯人怎么能打人？不是这警察指使他敢吗？我想他是不敢的。警察就是违法的，他们这是知道这是犯法的，维权公民嘛，就随意的打，用暴力。那真正的犯罪分子抢夺人民财产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嘛，法外他们不去抓，那就是打击报复，有目的的打击报复。是呀，进里头不分说就打人，不是有目的的吗？难道这个社会这样下去还能和谐吗？还有活雷锋出现吗？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想再有不知道有多少个杨家逐步的出现，这是谁造成的？这是他们造成的，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这是一个弱势群体，这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但没有找到解决，反而到了打击报复、非法关押、暴力侵犯。希望吧哈，中央领导能重视这个问题。这个都是我们到了监狱，到了看守所，你看就这进去没什么理由就打，把手都打断了，对吧？还用了不明的药物，不明的药物现在拉肚子什么的，现在说。我刚刚有事，待会再说。是拉肚子。那个拉肚子一直拉到现在，那个进去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几乎是天天要拉肚子。把人折磨的不像样了，你看原来不是这样，现在瘦得不得了，你看他那。已经打成内伤，内部有伤，现在人看他瘦得什么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很胖的，现在这个30天不到，人瘦成这个样子了，又打又一，可能又迫害。就可能饭里放了毒药，不然为什么天天拉肚子呢？人拉成这个样子了，而且大脑还失去记忆力。现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在哪里？公理在哪里？天理又在哪里？老百姓的出路又在哪里？你看现在这种监狱就用这种酷刑，对吧？要用这种毒药去让人拉肚子，还用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殴打。看守所凭什么一进去就进行殴打？太残暴了，我们要制止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吧？现在在看守所里用犯人能够打这个犯罪人，是吧？这是不是政府部门指示的？他们给这样打人吗？犯人能给打人吗？肯定是有制止，幕后有制止的。我们的法律法治在哪里？我们坚决拥护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当中说明的，敌人不出，
怎么着那个卖不出民政不得安宁，民地阵亡，就是这个政治不改的话，老百姓没有安宁之日，而且这个政法制要改革，是温家宝总理在说的，所以我们真是拥护温家宝总理，拥护他，支持他，所说所讲的话。